亲情、友情、爱情都在这。情，各种情，各种执着，各种纠结的、关注的东西。我说都是梦幻泡影，都是相对于你升起的。有点那句话说，外边没有人，只有你自己。根尘同源嘛。其实你自己也不存在，不是幻境。你六根跟六尘是同时升起的嘛，两个时空幻境嘛。你现在要回到空性，这个六根跟六尘的时空幻境要破掉，时空幻境啊。何况你女儿啊，你丈夫啊，你还是相对于你又升起的这些。那根本上你的六根都要回，不只是回到你投胎前，是回到你的空性里。你投胎那一念要去掉。你都连投胎也没有，你还怎么会有他呢？所以这个就难了。哎，你正在这安住在这呢，他一动你迁移出去，你不能，你能认他吗？但是认跟他交流完，马上放下，再回来，马上放下，就是物来之应，过去不留嘛。哎，我事情来了我就应，我就做，做完我再回来，再安住在空间。毕竟空嘛。即使跟他做事也是我空他空四空三轮体空的做，这就是你在做事的过程中也是安住在空性的，只不过是没安住在你这儿了，安住在这儿，安住在事情上，但是你无处不在嘛，空性不是只在这儿的。三轮体空做事，然后不停的安住。佛学不是让你抛弃万法的，即使说我们说我们从一切处处理，并不是说让你把儿子抛弃了，女儿抛弃了，老公抛了，不是说把你自己扔了，是吧？不是，是你不让你不着相，不要执着那个相，一定是这样的。他这一世是你女儿，其实也是个众生啊，也是上一世也许是有缘相聚了，是吧？那有缘的众生很多，为什么就这么不平等？你就跟念念不忘他呢？其他众生就不管了，那其他众生有可能你上一世的儿子啊，上一世的女儿呢，稍稍平等一点，是吧？你的心就打开了，你就从这个自我里边走出来了，因为你只有有你才有他嘛，是吧？你叫法号叫什么呢？自证啊，只有自证才有他嘛，是吧？没有自证怎么会有他呢，是吧？你只有你这个女神女相才有这个女相儿子女相。那你现在要从这个根尘里边解脱嘛，是吧？不是说我不承认他，你不是说你要解脱了不承认这个女儿了，不承认了这世界都不是这样，是不被他转了。但是他有事情帮着他做，但不是耿耿于怀的牵引。其实你只要不被情转，你更能帮到他。其实我们以为是修行人无情，无情。其实你修行的时候，你亲情有情爱情，如果你这个情不被转了，其实你翻过来，你的智慧更大，你更能帮到亲人，你是所爱的人，你更能帮助他，因为你会站在一个空性的角度去看他，你更公正，你不会把你自己的欲求带到所爱的人身上。你教育他的时候，不会是你想那样，所以想让他变成你要的样子，你会更公正的依照他想要的东西来指导他。而不是说我想让他乘龙变虎，就把你的欲望强加在他身上而已。那其实这种爱是一种带着情欲的爱，这种爱会毁掉你所爱的人的有时候。但是如果你的情这些断绝，你翻过来，如果你爱一个人或者是爱父母啊孩子，你才能站在他的角度公正的去指导他，就知道如果你的儿子还孩子是真的是只老鼠的话，打个洞让他去玩呗。是吧？你就不会让他在天上飞，就不会让他长翅膀，是吧？孩子是在地上跑的，你非得让他长上翅膀在天上；孩子在天上飞呢，你也不用把他卷到就是小兔子窝里，是吧？圈到笼子里，就是你会。但如果是我们带着情欲，你自己没劲的话，你一定会把你的愿望强加在孩子身上，一定想让他变成什么样，觉得那样更好。那样更好吗？你认为更好，他幸福不幸福你知道，是吧？我是举个例子啊，倒是你挺好的教育的，我是举例子，因为我们都是母亲。